Lee Rock， 叫你吧。Lee Rock， 下一组是谁？先要转瓶子，转那个能力者组，然后再进行后面两组。喊住了。你没事吧，鼻子？好球！太高。双人作品是谁跳呢？啊，你们两个。对。哇哦。哇哦。啊。你不会玩这个？你不这样吗？该吃饭了，吃完饭好好继续练舞，加油。好 ，OK， 来加油，来点。三、二、一。OK， change。哦，哦。第一期到现在很挺快的，然后就换了人了。啊，是的，是的。我给的是满分。第一，第一，第一。这个镜子的运用非常的好，很惊喜。其实这种越慢的技巧做越难，没有影响你的任何的表情跟状态。真的是很好的一个作品，他们的这个 X Team 拿分的这个劲儿是在的，所以我觉得这个感觉是很对的。在 battle 上，需要更有那个劲儿，因为像我们在之前在带队比的时候，真的每一分每一分会真的看得很重的。舞台交给他们。等会儿还没准备好呢。好，等一波 Q 啊。王导 Q 我才敢 Q。等着啊。好嘞。好，三、二、一，开始。红色太漂亮了。黑色。对。一波 like dance。Dance good。你不喜欢跳舞？哦，对，我的汉语太漂亮。哦，对，你会说中国话吗？他不会。可以，他不会吗？他不会。啊，不咋地，他不咋地。没事，中国人真正成绩。听不懂。没事，我觉得我们都听不懂。我觉得没事。See you. 我是。不是陆导。哦，这个有表演在里面，要炸了。都非常的喜欢，很棒。栓球啊！你怎么知道这个词儿了？
帅哥街舞。平行时空。OK。OK。哇。要不你在现场过来一下。辉哥。辉哥。辉哥。没听到。辉哥，辉哥，听说你想看我 battle？ 对，跟你吧？那不可能，不接受，主要不在一个水平上。我用我的舞种跟你 battle， 我的舞种你不会跳，你跳 legging， 我也不跳。你长大了。我刚过完生日。谢谢谢谢，生日快乐！谢谢谢谢。OK， 现在队长可以跟队员们开始讨论。那你就往这边来哈。二v 二，你俩是有排过对吧？这是一组，这是一组。啊，这是一组。两个 B boy，、okay、两个 Lucky Shadow 和 Hero 共享。对，哪里不能重复？没有，就是你前面一 v 一的人是不能重复的，就必须一二三四五有六个人打一 v 一。哦。但是，那下半场也是下半场还你可以再换六个人，或者还是那六个人也可以。这六个人是。定好了说一二三四五六的顺序是吗？还是说只是告诉他六个人？是有六个人，但是但是他们随机听音乐出。对，是这样的。第一轮比如说进攻方先出嘛，就是比如说先攻方你们先出了，对方出个谁根据你们来出。如果你们赢了，你变成守擂方，对方出什么人，你可以有针对性的上谁。去年也是这么玩的，是吗？对，是用 locking 打 B boy 还是 popping 打 B boy 还是都可以排队嘛？对，排队。然后一样的。谁上谁上都急了，排队。然后那个守方就。到这边，然后你们就要换队伍，想起来不？对，今年还是这个。然后我赢了嘛，对吧？对，赢了。我记得赢了，是吗？那我忘了。我记得我赢了。恭喜一波王炸先击到25分，恭喜！两个，第二首，第三个，第二首会适合一点。那他们坐我们上面呢？他们坐我们上面。哦。队长坐第二排。哦。那个我跟他们走。哦。布布 ，you need center，come on。Yeah， you need see the center。哦，布布 center。大家好，我是黄飞鸿。What？ 黄飞鸿。哇哦！谢谢老板。哇哦！来个。鸡哥打了多少分？85分左右。然后就要选一个人不跳 one by one 的。Go go go happy go。好的，谢谢四位队长，辛苦了。